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这一节课我们共同学习第十八品经文，这品经文的题目是超世稀有第十八。这一品经文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事环境和生活环境，无论是人事环境还是生活环境，都是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都是非常稀有的。世尊在这一品经文里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威德神通。极乐世界的庄严不是菩萨所能思维、想象和言说的。世尊用善巧方便的方法教我们能够体会到那么一点。下面看经文。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俗，故有天人之名。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所有众生，注意所有两个字，容貌、色相、庄严、微妙，超过十方世界一切众生，非常稀有。每个人的容貌都和阿弥陀佛一样，没有差别。但是，为了随顺他方世界的习俗，所以有天人的名称。这里面有一个词汇叫于方，是指极乐世界以外的他方世界叫于方。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前面世尊告诉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无论是色身还是容貌，甚至于日常生活中的受用，都跟佛完全平等，没有差别。既然是这样，为什么经上还说有阿罗汉、天人？这就使我们产生了一些迷惑，没有办法理解。在这里，世尊为我们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清净平等，极乐世界的所有众生从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乃至于往生到边地宜城的人，一直到等觉菩萨，皆是容色微妙。微妙到什么程度？微妙到超世稀有，就等于和佛一样，咸同一类，无差别相。这是经的原文，这两句跟阿弥陀佛所发的大愿完全相应。看下面两句，但因顺于方俗，故有天人之名。这就解释为什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菩萨，不是说西方极乐世界是纯一菩萨的法界吗？那怎么还有天人呢？还有阿罗汉，还有声闻呢？世尊在这里为我们做出了解释。他方世界的人天人身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就称为天人。
比如说像我们念佛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我们是从人道往生的，所以就称为人。声闻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就称为声闻，阿罗汉往生的就称为阿罗汉。这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没往生前的身份。这就是顺于方俗，这是一个意思。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就是从断惑正真上来说的。虽然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思烦恼没断，故说他是人天。见思烦恼断了，尘沙无明没有断，就说他是声闻阿罗汉。究竟超胜到什么程度？佛用比喻、比较的方法，让我们能够有所想象。看下面一段经文：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宁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鄙陋，有比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比之刀立天王，又复丑劣，假令帝释，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及待。这一段经文比较长，但是意思非常容易理解。用白话文给他说一遍，就是这样的。佛对阿难说，比如世间贫穷困苦的乞丐站在帝王的身边，他的面貌、形象、气质哪里可以相比呢？同样，如果帝王跟转轮圣王相比较，那就卑贱丑陋多了，就好像乞丐站在帝王的身边一样。而转轮圣王具足32相，威德色相第一，但是如果跟欲界第二天刀立天的天王相比较，他又显得丑陋下劣了。假使帝释跟欲界第六他化自在天的天王比较，即使他的庄严提升百千倍，也不能与第六天王相比较。如果第六天王跟极乐世界的菩萨声闻们的光彩容貌相比较，虽然在提升万亿倍，也是不能相比的。这是这一段经文用白话文说，就是这个意思。下面看，帝释是刀立天的天主。我们看下面这几句经文：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宁可类乎？这是世尊给我们先设一个比喻，贫苦的乞丐跟帝王站在一起，他们的容貌我们一看就不一样。
帝王的容貌比乞丐的容貌要殊胜的太多太多，因为人间的帝王富贵至极，乞丐是贫贱至极，富贵贫贱当然不同，不能相比。再看下面四句，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鄙陋，有比乞人，在帝王边也。世间富贵至极的帝王，如果跟转轮圣王相比，就像乞丐在帝王的身边一样，无论在哪一方面，比转轮圣王都差得太远，不能相比。这是又一个比较。下面看，转轮圣王威相第一，比之刀立天王又复丑劣。这几句经文是告诉我们，在世间转轮圣王的福报最大，没有比他更大的。然而转轮圣王若与刀立天王比较，他也就变成乞丐了。再往下看，假令帝室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刀立天的天王跟第六天的天王比较，第六天是他化自在天，是欲界的最高天。如果刀立天王若跟第六天王比一下，也等于乞丐在帝王边一样，不能相比。再往下看，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及待。这几句比较是这样的，凡是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即使是下下品往生的，第六天王的光彩容艳也无法与之相比。我们要注意，虽万亿倍，不相及待这两句话。西方极乐世界众生的容颜光色真的是超世稀有，佛以这样的善巧方便让我们领略到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殊胜的果报，光彩色相之美好，实非言语能说得出来，也不是我们的想象能达到的。看下面一段经文，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这一段经文是说，极乐世界众生所居住的宫殿衣服饮食，就像他化自在天王享受的一样，随心所欲，应念现前，一切都是自然现成的。这些都是阿弥陀佛本愿神通变化来供养的。至于他们的威德、品位、种种神通变化，则是十方世界一切天人所不能相比的，超过不止百千万倍，而是不可计算清楚的倍数。
看看这几个词语，阶位是阶级品位，指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来说的。所处宫殿，这就是说宫殿的住处。看下面这几句经文，衣服饮食犹如他化自在天王。我们大家都知道，衣食住行是生活必须的，在佛法里称之为衣报。衣报之殊胜，也不是第六天所能比的。在这里就比一样，比什么呢？比自在。第六天人的宫殿，衣服、饮食，种种受用，是应念而生。只要动一个念头，化乐天人即变化来供养。那化乐天是第几天呢？是第五天。第五天负责供养第六天。只要第六天一有念头，第五天的天人立即变化来供养。第六天自己有能力变化，但是却用不着他自己变化，有化乐天人来供养他。所以第六天的天人是非常自在的。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自在比第六天人还要自在。第六天是由第五天来供养，西方极乐世界是应念自然现前，比第六天还殊胜还自在。看下面三句经文，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这几句经文告诉我们，他方世界的菩萨如果不是一个阶位的，不能在一起共修。我不知道同学们知不知道，以前对这个我不太清楚，就是他方世界的菩萨们如果不是一个阶位的，不能在一起共修。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初信位的菩萨可以和等觉菩萨在一起上课，这是不可思议的，他方世界不可为比。那神通变化呢，就太大太大了。神通变化几乎跟佛差不多，天眼洞视，天耳彻听。洞视与彻听是佛与等觉菩萨的境界，所以净土法门真的实实在在不可思议，是真正的难信之法。千经万论没有这种说法，一切诸佛刹土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唯独西方极乐世界特殊，确实不一样，超世稀有。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十方世界一切诸天没有办法和极乐世界相比。若要说它超过了多少倍，也是无法计算的，真的不可思议。看后面四句经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这几句经文比较简洁，佛告诉阿难，你们应该知道，
阿弥陀佛的极乐国土，如上面所说的种种功德庄严，真实不可思议。这一品经文比较短，我们就说到这里。下面说说这一品经文的要点。这一品经文是借用比较和比喻的方法，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威德神通。佛以善巧方便，让我们领略到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多么的殊胜。千经万论没有这种讲法，一切诸佛刹土没有这样的事情，净土法门不可思议，是真正的难信之法。我们接着往下学习第十九品。十九品的经文题目是受用具足第十九。这一品经文呢，是讲极乐世界大众的生活情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福德无量无边，一切受用应念现前，无不具足。看下面一段经文：福赐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住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这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者已经往生的，或者现在往生的，或者是将来应当往生的，他们都能得到如上所说远胜第六天王千万亿不可计备的种种微妙色身，相貌端正庄严，福德没有限量，并且智慧明了，神通自在无碍。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大概意思。我们接着往下看具体的经文解释。福赐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这是指已经往生了的菩萨，而且是所有往生的菩萨，因为他前面有修饰语，福赐极乐世界所有众生，就是已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众生。下一句，或现生，刚才那是或已生，就是已经往生了的。或现生，现生是指当前将要往生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就属于或现生这个范围内的。下面一句，或当生，这个是指现在虽然闻到了念佛法门，还没有达到深信，还犹豫不决，但是呢，种子是种下了，来生或者是后生，如果遇到了殊胜的因缘，再努力精进，还是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就叫当生，就是还没有往生的，信心还不那么足，以后遇到机缘还可以往生，这就是已生、现生、当生三个不同的意思。下面几句经文
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这一段经文是总说受用自在。先说身相，身相是什么样呢？诸妙色身，这就是前文我们所说过的清虚之身，无极之体，这就是诸妙色身的解释。形貌端严，就像大经里所赞叹的那样，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绝不只是32相80种好。32相80种好是佛的烈应身，这个词句可能比较新鲜生疏，我再说一遍，32相80种好是佛的烈应身。烈应身是什么意思？就是最下等的应化身。我们把32相80种好看得好极了，但是对于佛来说，这是佛最下等的应化身。他所应现的是什么呢？是丈六佛身。这个丈六佛身就是烈应身。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知道了，32相80种好并不是佛最好最好的应化身。福德无量，如果不是无量的福德，你怎么能一切受用应念现前呢？这是无比大的福报，就是你一想，你想什么东西立刻就现前了，应念现前吗？所以这个应念现前是说你的福报极大。智慧明了，这是说极乐世界。第六天王没有智慧，虽然第六天王已经福报很大了，但是他是凡夫。他方世界的菩萨都比不上极乐世界天人的神通自在。从他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有度化众生的能力了。看下面一段经文，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服饰、香花、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种种受用，一切都丰富满足，什么都不缺。宫殿、服饰、香花、幡盖这一类用以庄严的器具，随心所欲都现在你的眼前，一动念就圆满具足。这一段是讲物质生活的丰富。服饰是指衣服和装饰品，幡相当于现在的旗帜。看下面两句经文，受用种种，一切丰足。这一句是形容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无比丰富，无比满足，没有丝毫欠缺，想什么就有什么，随心所欲。下面，宫殿、服饰、香花、幡盖。宫殿是居住的地方，服是衣服，饰是装饰品，盖是宝盖，
宝盖的作用有两种，一种是防尘，一种是遮阳。大家想，西方极乐世界需要防尘吗？需要遮阳吗？不需要，它是一种装饰品。下面几句，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这就是说，心里动个什么念头，东西就出现在你的面前，让你自在受用。但是有许多我们在过去生中住在他方世界养成的习气很难改，比如说夏天里白天太阳很大，出门时总是习惯的打一把遮阳伞。刚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念头还存在，一出去看见外面很亮，就想打伞。你一想，这个伞盖就出现在你的面前，不需要用手去拿。其实西方世界是光明的世界，光明是清凉的，它不是热的。它不单清凉，而且柔和，用得着打遮阳伞吗？完全不必要。这就是我们在他方世界生活时的一种习气，暂时还没有变更过来，所以一动念它就现前了。再比如饮食，西方世界不需要饮食，但是初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因为生生世世都是一日三餐，都吃惯了，说到时候呢就会想吃，虽然是不需要，但是会起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只要一起，餐具饮食就摆在你的面前了。你再一想，说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了，你这个念头一起，这个餐具也好，饮食也好，立刻就化没了，就没有了。这就是说习气的问题。下面一段经文，若欲时时七宝薄气，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耳无辩慧，身心柔软，无所畏着，事已化去，实至复现。这一段经文是说什么意思呢？是说到了想吃的时候，七宝做的那个餐具就自然出现在你的面前。那个餐具啊，是七宝做成的，无量种美味的饮食也自然具足，也呈现在你的面前。初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虽然还有饮食习气，实际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不需要饮食了，他们只要见色闻香，在意念上就算已经吃过了，精神和体力自然得到增长，又因为以意为食，所以没有辩慧，身心柔软，对饮食不起贪着。以意为食之后，饮食现象自然就化去了，什么时候想吃，这种现象又呈现在你的眼前。这一段经文是讲什么呢？是讲极乐世界的
饮食自在。往下看，薄气就是餐具。若欲食食，七宝薄气自然在前。你心里动了想吃的念头，薄气就是餐具，皆是七宝所成，自然就现在你的面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这两句话呀，本来是比喻人间的富贵。大家都知道，古代帝王吃饭，每餐有100道菜，不管他吃还是不吃，每一餐一定要摆100道菜。那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动一个吃的念头，就跟帝王一样，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这是形容什么呢？形容饮食的丰满。虽有此食，食无食者。这两句说，念头一动，饮食就摆在眼前。想想现在已经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了，不需要人间的饮食了。这个念头一起，饮食就又化没了。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看到这些饮食，自然就知道不需要了。色力增长，耳无辩慧，身心柔软，无所畏着，事已化去，实质浮现。这几句经文总括起来，就是讲西方极乐世界的实自在。我们大家听了这一段关于西方极乐世界的饮食自在，我们生没生起羡慕之心？反正我是非常羡慕。西方极乐世界别的不说，就是这一条饮食自在，足以让我们羡慕的五体投地了。你说我们现在一日三餐颠倒来颠倒去，多麻烦。你看人家西方极乐世界，起个念头就出现在你面前，饮食和餐具。你一想，我已经到西方极乐世界了，我不需要饮食了，餐具也没了，饮食也没了。你说这多方便？特别是哪一句我觉得特别吸引我呢？就是这一句，耳无辩慧。我这想到哪儿呢？我们现在一些大城市啊，在主要的街道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找不到公厕。这个给很多出行的人，外地来的人就更难了，找不到公共厕所。你说这个大小便吧，还都是每个人都必须的，你说找不到厕所怎么办？我给你们说个笑话。有一次啊，我老伴子要出去溜达，我说上哪儿呢？他说上江边。说实在的，从我们家到江边吧，多亏内陆公交车，它是直达江边的，中间不用倒车。如果要一倒车，我就不敢带他出去了，因为我找不着。结果领他出了门，坐了这个公共汽车，到了江边的终点站，车门还没开呢，人家还没下车呢，我老伴就告诉我，我要尿尿。你说这怎么办呢？这没下车呢，等着开车嘛，我就喊司机，师傅快点开门。完了师傅开门了，我们俩几乎是最先下去的。下车了以后，到处一张望，哪也看不着厕所啊，没有卫生间呢。我说老伴儿，你跟在我身后，我快点跑，我往前面跑，你跟着我，如果前面有洗手间了，我就喊你，你就快跑。这我就跑了大约有多少米呢？
大约是300米左右吧，我就发现有一个公共卫生间，当时都不知道给我高兴到啥程度了，终于找到这个卫生间了，我就回头喊我老伴儿，我说老伴儿快点儿，有卫生间了，我又回过头往回跑去接他，等我跑到他跟前儿，我说老伴儿，我终于找到卫生间了，我老伴儿告诉我憋不住，我尿完了，所以当时弄得我真是哭笑不得。所以我看到那个经文说这个的时候吧，哎呦，我说那太好了，何苦像我们这面呢，太不方便了，就这一条就足以吸引我去西方极乐世界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自在呀，是太自在太自在了。下面一段经文，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西方极乐世界大众的穿着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这些个宝物能放出无量的光明，光中又有百千种妙色，具足庄严，不需要剪裁缝制，便可以自然的穿在身上。你说这一条我们大家羡慕不羡慕？像我们要么就是去买现成的衣服，要么买料得到裁缝店去缝制裁剪，你说人家西方极乐世界多好啊，多方便呢，不用裁剪也不用缝制，可以自然的就穿在身上了。这个众宝妙衣啊，是多种宝物合成美妙的衣服，那么多宝物合成为一件衣服穿在身上该有多么美妙了。这个冠带是什么意思？冠是帽子，带是指身上系的衣带。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这几句经文刚才我说了一点，冠是帽子，璎珞是装饰品，主要是指胸前佩戴的，包括帽子上、头上、手上所戴的，甚至于脚上都带着这些个宝物，这些装饰品，这些装饰品都是众宝合而成的。西方极乐世界确实如此，思一得一，思十得十，不需要经营，不需要制造，太好太好了，你想不想去？不想去真是傻呀。下面一段经文，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网弥覆，玄珠宝铃，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晃耀，尽极严厉，楼冠兰笋，唐宇房阁，广狭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说极乐世界大众所居住的房舍宅院，不论是形状、色彩、大小，都调配得非常巧妙，与自己的心意相称。这个舍宅上都有宝网弥覆覆盖，悬挂了无量的宝铃，
昨天我们讲那个宝铃一发出声音，就像交响乐一样的美妙动听，还有非常奇特美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晃耀，极其庄严美丽的各种各样的装饰品。其中楼台栏杆、殿堂的楼阁，它们的宽窄方圆、大小高低，皆称人意，有的在平地，有的在虚空，都是清静安稳，住者微妙快乐。这些个环境都应念现前，没有一样不圆满不具足的。什么叫宝网？只用珠宝连缀而成的罗网叫做宝网。周遍教室是什么意思呢？周遍指遍及无余，教室是指相交装饰。光色晃耀，晃是指光辉，耀是指照耀。那光色晃耀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光中有色，色中有光，互相映照。下两句，所居舍宅，称其形色。这两句话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住自在，所居舍宅，称其形色，这是西方极乐世界住自在。居住的房屋，你心里喜欢什么样的样式，它就变成什么样的样式。你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它就变成什么样的颜色，这是自在。全是珍宝所成，一尘不染，清净无比。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个世界要买一个房子费多大的劲，买了房子以后再研究装修，装修完了以后又收拾卫生，反正是我觉得你要买一处新房子呀，那真是累死人的活。在西方极乐世界，你想个什么样的房子就出个什么样的房子，要什么形状就什么形状，要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要多大就多大，随心所欲。你说咱们这个世界和西方极乐世界还有的比吗？我们这么一比较，为什么不去西方极乐世界呢？那么好的我们本有的故乡啊。宝网弥覆，悬珠宝铃，这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居住环境。宫殿楼阁上面都有罗网，接系无数个宝铃。下两句，奇妙真意，周遍教室。这个周遍教室是什么呢？是指室内室外的装潢。奇妙真意是说这种装潢无与伦比。下两句，光色晃耀，尽极严厉。严是庄严，丽是华丽，无量彩色光明照耀，庄严华丽之极。我这两天讲啊，我想如果同修们能跟着我去各个景点去旅游，你们每天看到的都是一幅幅庄严美丽的画面，让你流连忘返，是不是这样？下面几句经文，楼冠栏榫，堂宇房阁，广狭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
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这一段经文比较长，是讲什么呢？讲居住的环境。这样的生活环境是我们世间人非常向往和追求的，虽然向往又得不到，所以我们有求不得苦，得到了又未必能保得住，又有爱别离苦。我们现在这个世间，有的富贵人家住得非常豪华，被称作豪宅，有的人家这样的豪宅呢不止一处。我们仔细观察，他们住这些豪宅就像住旅馆一样，一年可能也难得去住几天，其余的时间呢大部分都在那空闲着，是不是这样？我身边就有这种情况，有的呢还得雇个人看守着。比如说，你说我就想，我身边有这样的情况，一栋豪宅，一年可能来住个一两天，然后就空着，空着还不放心，怎么办呢？再雇个人看着。我就想啊，你说谁有福报啊？不是有豪宅的人有福报啊，是人家那个看房子的人有福报啊。为什么呢？一分钱不用花，人家就住进了豪宅，然后呢每个月还拿几千块钱的工资在手，你说是不是他有福报？你说我们怎么想这个问题，怎么掂量的？为什么这点问题就想不明白呢？所以有时候我就想啊，我说真正有智慧的人跟一般人的看法、想法、做法可能真是有点差距，不那么太一样。你想雇一个人看着，拿着工资，人家还住着豪宅，你说你买这个豪宅干什么用啊？你是不是前生前辈子你欠人家这个看房子这个人的债呀？你这一生你就是来还债的。我就是这样想的。你说一个居住的家庭，可能是我这一生过的都是比较清贫的日子，我对这个真的无所求。我说说我这个住房的经历吧，你们大家听听。最开始结婚和婆婆公公住一铺炕，中间隔个板儿，公公婆婆住这面，我和丈夫住那边，这是最原始的。然后升级了，升到一个我住六平米的小房子。我那个六平米那个屋，你们想想，六平米搁一张双人床，地下有一个连写字带装东西的，不能说桌子，就柜子吧，盖上那个柜盖就是我写字的桌子，打开柜盖里面就是我装东西的柜子，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你们想想，那我那个地面能剩多大一块？六平方米去了一个双人床的地方，再去了一个小柜子的地方，我估计也就那么两三平方米，也就那么大了吧。你说那卫生好不好收拾？我的双人床上两床被子，两个枕头，这就是我的家产。然后就那么大点个小地方，我收拾卫生可方便了，洗一块抹布，我蹲在地上前后一回身一糊了，我卫生搞完了。你说简单不简单？这是升级了，我又升级了，我升级到一个八米的房子。你说八米比六米多了两米，那我擦地我就多擦一块，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然后呢我再升级，因为我调省政府去以后啊，给我分了一个房子，那个房子是82年的房子，分给我的时候呢已经住过好几户人家了，就是换了好几户人家了。当时我们给我的时候让我去看这个房子，我就去了。
你们都不知道我看的是什么表情。哇，怎么这么大的房子呀？我这个房子多大呢？使用面积46平方米，是俩屋一厨一个小方厅。但是我感觉到它怎么那么大呢？太规矩了。因为啥？我原来看的是6平米、8平米，我没看到46平米的房子，所以人家都说我真是从平房大屯来的。你看着这样一个人家都不需要的房子，给他高兴的那样。就这个房子是我88年那年分给我的，到现在我儿子在那住呢，还是这个房子，就是这样。但是我一想，你看我从8米一下子就跳到46米去了，那对我来说，那这房子太大了，所以我就没住过什么大房子。后来呢，因为我有病了，我的好朋友跟我姑娘说，我住那个房子不行，我住完这46米的房子呢，我又搬家了。我这回搬家不是上升了，是下降了。我从46米的房子搬到33米的房子去了，然后就因为我病了，说我这个33米的房子不好，这是我好朋友给我姑娘出主意，赶快给你妈买房子。我姑娘这就赶快张罗给我买房子，就买了后来的汉水路这套房子，3屋1厨，大概也是80多平方米吧，我估计。我当时是极力不赞成买这房子，因为我当时正在医院，所以把这房子就买了。我出院以后呢，就搬进了这个新房子。你想，46米的房子都让我惊讶到那种程度，那80平米的房子，那我一看像皇宫一样，在我印象中，怎么这么好的房子？这就是我一步一步升级的。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房子不太适合我，因为什么？我认为它太大了，我收拾卫生不方便。本来那个时候我身体不好，你说3个屋1个厨1个厅，我每天要收拾，没有一个小时我收拾不完，不像原来我一转圈我就收拾完了，就是这样。后来呢，我现在住的那个房子是2屋1厅1厨，我估计也是80平米左右，还是不小。我觉得就不如我住小房子那个时候收拾那么方便的。我也没觉得住大房子有多么多么的好，可能是我这人就是穷嗖嗖的命吧。然后呢，我给你们大家举一个什么例子，我特别羡慕我那个小外甥女，就是我4外甥女，她租了一个房子。他这个房子呢是1室1厨1个小方厅，面积不大，这个房子是他租的。我就上他家去一次，我一进屋什么感受呢？就一个字，爽。一进去怎么感觉到那么温馨舒适，赏心悦目。你仔细一看，特别简单，他没什么东西，但是他能把那个小屋子收拾到那种程度，就是你找不着他的缺欠。到什么程度？我外甥女跟我说，老姨你倒坐下呀。我说我不敢坐，你这床我不敢坐，你太干净利索了。他那床是棱是棱，角是角，我仔细看在他那床单上你找不出了一个褶皱。你说这个孩子就能把那么简单的一个小房子收拾到这种程度，然后还真的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他那东西的搭配，色调的搭配。反正我一看，我真是，我跟我外甥女说，我说四儿啊，你老姨这么大岁数，我第一次赞叹你住这个房子真好，你给他装饰的又简洁又大方，那么干净利索，你找不出来一个死角。我就想，他房子也不大，就那么大一个小房子，他能给他弄到这种舒适程度，那不已经很好很好了吗？我是这样想的。为什么我说这段话？就是说现在有人就跟风，你比如说有的
同修的家里，或者我们亲朋好友，他有这个经济条件，他把小房子变成大房子，这无可厚非，人家生活水平都在提高嘛。但是现在问题在哪呢？就是那些不具备条件的人，眼馋、眼红、嫉妒，不有那么一句话吗？羡慕、嫉妒、恨。人家有好房子、有大房子，他看着他眼红，他恨人家，你这个就不对了吧？咱们有什么条件就用什么条件呗，能住在一个很舒适的小房子里，我看也没啥不好的。你不要去嫉妒别人好不好，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啊，一看人家小房子换大房子了，自己心里就不平衡了。这个我说你伤害的是你自己吧，这个事儿我不主张这样去想这样去做，我们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条件，你有那个条件，你改善生活条件，谁也说不出来啥。你没有那个条件，你硬要去撵人家，硬要去跟人家比，你这个不是自讨苦吃吗？我之所以说最后这一段，就是告诉大家，随遇而安，一定要随缘，不要攀缘，不要去强求你条件还不具备的事情，你要强求去做，你就苦了。我就是用这一段话来劝导大家。今天的交流就到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